跟着我们一起天天动，天天预防失智症。跟着我们一起天天动，天天预防失智症哦。手指慢拖，两手指尖先互相碰触合并，右手拇指与左手拇指互相绕圆，其余左右手的四根手指维持接触，拇指绕完圆，换食指互相绕圆，再接续完成中指、无名指及小指的绕圆动作。一开始可以慢慢做，熟练之后就可以慢慢的加快速度喽。一天不喝超过两杯咖啡，并避免在下午四点之后饮用。及早救治，一块把爱找回来。